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6:25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呢，闻到很明显的臭氧的味道，前面呢在睡觉的房间里也闻到，然后后面那个在那个灵拍室里也闻到很浓烈的臭氧的味道。实际上我没有什么制造臭氧的设备啊。我看到川普总统了啊，那个川普总统那个，那叫什么表情呢？就是这样的，就这也不是皱着眉头，就是要，应该是集中，这个眼光应该怎么描述啊？应该是要看清一个东西啊，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像把。眉头啊，把眼睛周围的要收紧一点的感觉啊，收紧一点感觉，收紧一点感觉。我看到川普总统了，川普总统啊，这个，这个我真的没法描述这个叫什么，这个什么表情啊？我们看了以后，可能后面也能提示这个。如果后来没提示的话，我来补充说，因为我实在太描述这个。太描述这个，这个同呢，他年轻人的时刻，这个同他年轻人的时年轻的时刻，同他在年轻的时刻发现政客很多龌龊事啊，他发现政客有很多龌龊事的时刻，那个表情一样，他就发现了那些政客有很多的龌龊事啊。这个时候，原来看到那个司法部长，突然之间呢，川普总统发现了他有很多龌龊事啊，龌龊事，发现很多龌龊事啊。原来川普总统不是不知道，听到一些什么那些政客的传闻呐、尤其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传闻呐、他呢，一般来说都是往好处去想，往好处去想啊，尽可能作为一个战友一样来考虑，往好处去想啊，往好处去想。至于如果听说那奥巴马那些传闻的话，川普总统是直截了当这样看。因为他知道这样的人品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，没有怀疑。但是呢，当听说那个在他周围的工作人员，尤其是共和党的人呢，在他的听说一些传闻的时候，他就是皱着眉头啊，就是那个我说表情就皱着眉头，不理解，不解，不解，就百思不得其解，就想不通的意思啊，想不通，想不通。你说一个司法部长还干这种龌龊事干嘛呢？啊，你换了一般的人都是想象不到为什么人还要干这样的事情啊？为什么干这样的事情啊？突然一下子，太阳的那个太阳下面乌云呐，啪拨开一块，散开一块，就告诉川普了，告诉川普，因为川普想不通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把太阳光一下来以后，臭氧。光线太强的时候，下面形成了臭氧啊，点不开的呀，这个迷雾解开了呀，那个是川普总统永远想不明白的，为什么？川普总统又很有钱的啊，所以啊，对那些要贪额外的那些收获，川普总统是不会考虑这个问题的，不会对那些意外之财的。但关键其他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部长啊、官员之类的，他的钱有限啊。如果能够额外得到点钱来说的话，对他来说就是很希望的事，甚至做梦都想掉点钱掉到他的梦里边。所以啊，现实当中生活当中，一旦有钱掉下来的时候啊，那些人很容易被收买掉，很容易被收买掉。川普总统不差钱，所以人呢很难收买他。再加上川普总统有办事做事有他自己的做事的底线，所以啊也没办法收买他。所以啊，因为在川普的信念里边啊。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，人不是那么容易被收买的。你看，狗啊，狗啊，不认识的人丢东西给狗啊，很多狗是不吃的啊，不吃的啊。一个它觉得不属于它的，另外一个也怕人家下毒啊。狗都有这个基本的防御机制的话，人应该更应该有，但是那些政客。钱捞多了一个，慢慢慢他多了一个，就忘掉了这一条。
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点辨别能力啊，还得辨别能力，后来就越来越没有辨别能力，是钱就拿，是钱就拿，你只要拿了钱就帮人家代言就行了啊，代言了以后就一笔勾销啊，代言完了一笔勾销，你如果不代言的话，这边就欠了人家债，欠了人家，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就一个一个出来表态了呀，一个一个出来表态了，要支持拜登呢，为什么？后面有任务的啊，你只要说了以后啊，只要支持拜登，好，这笔账就了了。我花钱给你，就是叫你表达支持拜登的。花钱给就是让你，就是要表达支持拜登的。你如果不出来表达的话，这说明就是欠账啊，这笔账就欠着。这个欠着的话，那么要得还，这是要还的。所以呢，所以啊，那些人纷纷跳出来，纷纷跳出来要表达支持拜登，那些政客。纷纷一个一个跳出来支持拜登，为什么？这个金额实在太大了。你为了得到一个支持拜登这句话，他们已经投入下去好几年了，很多年已经投入下去了。你如果不表达一下支持的话，那么这么多的账一下子要回去的话，不是要了他的命了？所以啊，这个时候反正也要命的，宁愿不要那个不要颜面了，就直接让他表达出来了。现在你看一个出来表达支持拜登的人呢、啊，实际上，他们呢、啊、也是另外一种的政治那个契约精神。什么叫政治契约精神？因为拿了背后的 CCP 的钱了、拿了 CCP 的钱了、拿了钱以后啊，就是要他来表达支持拜登的。你拿了钱，如果你不出来表达的话，那这笔账就没了。你出来表达的话，我这笔账就了了。现在他们纷纷跳出来，要在限定的时间前呢，要表达支持拜登啊，表达支持拜登以后，然后这边他就可以要了啊。川普总统，你明白了吗？哦，川普总统说现在终于明白了。原来，他就没往上面去想。现在看天数啊，是这样。一个原因的话，他终于明白了。现在发现，一般的人呐、啊，真的太容易被金钱收买了，真的太容易被金钱收买了啊、很容易被金钱收买。所以啊，未来啊，要把监督啊，要更大范围的监督，不但那个美国国内账户，还要监控那些政客的海外账户。和子女的账户，这边呢企业的账户，方方面面监督住了，一有异动，就调查一个，马上处理啊，不能让像奥巴马一样的，上台之前几十万的资金，然后几千万在那边了，也没人管啊，也没人管啊，像那个克林顿也一样，上台之前很少的资产，一下子是。那么多了，明白的政治的那么多，没人去调查，在将来在川普身上就不再会发生了啊啊，不可能再发生了啊，尤其是那些政客啊，现在川普总统啊，那个表情不像刚才的是想不明白，这个表达的想不明白，一下子明白以后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、搞明白了呀，太阳光下面那个乌云一散开一个强烈的太阳光下来，就闻到了那臭氧味道啊、好，再见啊。